Hello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主播呀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我们来玩的这款游戏啊，叫做 Don't Wake Your Birds with the Super Power 啊。那么这个游戏，这个系列的游戏，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啦，这是非常非常出名的暴打系列的游戏啊。这个游戏有什么？暴打小偷啦，暴打你的这个上司啦，暴打老师啦之类的。然后这个游戏的话呢，因为啊，我之前好像录过的，但是都被那个。就是你们懂的，画面处理掉了啊。那么我也不知道这期视频能不能发上去啊。这是最新的一个暴打系列的啊，不要用你的这个超能力来暴打你的这个上司。哎，我们就不用暴打这个词了，我们就欺负这个词。哎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吧啊，有些什么样的超能力呢？你看，你看这种秃子老板啊，看着就欠揍，对不对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要说多久？啊，我们看这个地方有13种方式可以把它给干掉啊！你看这个比较多，你看你作为老板的样子，你居然穿这种这个叫什么海滩上面穿的那种休闲衬衫，你有没有一点领导的样子了？你干嘛了？你有完没完了？哎，我就已经可以点了，去你大爷的！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杀我！你再说，你过来，你再说原理，对不对？嘿嘿嘿，我看你不爽你已经很久了，我的天哪！好，我们来看一下 ，next， 你又来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绿巨人吗？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可是受过核辐射的。How dare you！ 这，哇！这是经典的那个复仇者联盟里面的那个梗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的吧。我们当过这个Skywalker 了。也当过这个绿巨人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怎么有一个机器猫呀？还有奥特曼，这是什么？当蜘蛛侠吗？可以？会啾啾啊！我们先把他的嘴巴给，哇，嘴巴给封住！我都没有想到蜘蛛侠要怎么可以扁他，你就这样把他甩过来甩过去吗？哇，那还是有一些暴力的，好吧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，我们已经变身成为了三个英雄了。这里是这个是路飞啊，然后这里，哎，超人的，为什么是超人的这个披肩啊，不是超人的内裤呢？我们来试一下，不是一般都是把内裤露出来吗？为什么这一次是拿到披肩了？这个就不太正常了，好不好？至少穿一个短裤在外面。哦，我都不用把他给弄死，我直接把他扔到外太空就行了，是不是？憋都憋死你！哇，还与空气摩擦产生了火焰，我就不信这个样子，你还有一点渣啊，渣都没有了吧？就看到了一只鞋，哎，不算血腥和暴力嘛，对不对？刚刚我看到那个东西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是一个雷射眼镜吗？那这是 X 战警里面的那个喽。为什么射出来的激光有那么厚？不科学啊，因为一般激光不是都是很细的一颗吗？这个还可以增加它的这个。宽度的啊，好吧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还有一些什么呢？我要变成奥特曼，这个面罩是谁的？假面超人吗？这是谁啊？我不认识啊。这个英雄是谁？这个超级英雄是谁？我真不知道。好吧，哎，算我这个见识少，哎，大家不要计较。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，这又是一个什么东西？怎么又像一个口罩啊？刚刚就已经拿来，我哆啦 A 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这直接可以踩死了，哇哇哇！我一开始还想着，哆啦 A 梦这个梗，它应该就是摆放一个玩具在那个地方吧，没有想到真的有这个口袋啊！哎，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那按照道理说，蝙蝠侠也有吗？奥特曼也有吗？我们到处再看一下有什么可以触发的。这有一个像笛子一样的东西。这个是什么？我真不知道了，这个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你要召唤出一个什么神兽一样的东西吗？越来越近了，脚步声。你不要把我也拉出来了呀，为什么这个哟，哥斯拉是用笛子给召唤出来的吗？长见识了，这个我真不知道，居然可以用笛子召唤出来哥斯拉啊。好吧，还有五个英雄对不对？这是哦，我们要变成锤哥了！去你大爷的！哇，这个是我目前为止见到的最简单、最粗暴的这个方式了，对吧？这些当神的就是不一样啊，和我们这些地球上的这个超人啊，性格都不一样，他们太直截了当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一下吧。我想变成奥特曼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鞭炮呀，哇，还是鸣人啊，这直接可以把他挤死了。 Oh my god， 不是应该用一个螺旋丸之类的东西吗？这个肚子好有弹性啊。我看着都疼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就没了，这个还算好的，感觉都没有打死，是不是？看这个样子，还有一个金刚狼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金刚狼的话呢，应该是要找到类似于一堆尖刺的东西，我觉得是这个样子。这个是什么？七龙珠啊，可以召唤神龙了，但是只有一颗珠子呀，要七个珠子才行。哇、哦！哎呀！直接可以变成超级赛亚人啦！不可思议！我怎么觉得他比谁都屌呢？对不对？还有两个啊，还有两个，我来看一下。有什么呢？这里有一个魔方啊，魔方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啊？拿变形金刚啊！我的天哪！哇塞，太血腥太暴力了！哇塞，收工啊！还可以组合成一辆车的，哎，兄弟，你这是十八层啊！你就这样掉下去了，好吧？那还有一个是金刚狼喽，按照爪子在这儿，你完蛋了，我跟你说，就直接放上去的，这个像一个搅蛋器一样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哇！突然想到要吃披萨了，看到这一个场景之后，哈哈哈。好吧，那么我们这十三种方法的话呢，都已经啊，准确的说是十三个英雄，我们都已经变身成功了啊。那么，如果说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怎么老打嗝啊？不妨点一个顶，或者说关注一下我频道，新浪微博都是可以的。那么这个游戏的链接的话呢，我会放在视频的简介下面啊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玩一下。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